深夜男生寝室，开饭。苹果，好丑的苹果呀。不对，苹果里怎么有这么多籽，而果肉只有这么点。对，又苦又涩，好像发霉了。岂有此理，臭老六又整我，把这些不能吃的籽榨成汁，再给他加点调味剂。哇，上头。老六请你喝啥呀？怎么样，好喝不？老六你咋了？